视频点个赞，关注好习惯。哈喽，你好，我是吴晴。在王者荣耀中，每一位英雄都有其专属出场动画。如果把这些英雄的出场动画都给倒放一下，会发现有些英雄动作挺滑稽的，还能发现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彩蛋。究竟是什么让陈小金不淡定了？让我们来看一下吧。你是在等待我命名吗？孤独的小行星。炸裂吧，宝贝儿！保护我方安琪拉。生命就像人家的魔法书。你们逃避，我征服。雷霆所击，无不泥灭。我最后的太阳。燃尽生命，也不会放下手中的弓。陈小金发现了后羿有八块腹肌的秘密，就能更加努力健身，保持好身材。不然哪天被后羿超越了，那可丢人了。一个字，真计划。梦见了一只电子猪，我怎么会爱上一个我讨厌的人呢？拥有了无畏的倔强，给你复仇。好了，恭喜上期视频这位粉丝获得了狄仁杰超时空战士。这是本期视频中奖的幸运粉丝，我会在2天时间内向你发放任意皮肤一个。